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elin， 来自 Plus Agency。现在我在的是19号 Charles Avenue Castle Hill， 这里我们有一个全新的楼花项目，现在我带大家一起来参观一下。Chapman Gardens 位于19号 Charles Avenue， 地理位置卓佳，步行5分钟便可到达 Hills Showground Metro Station， 开车5分钟便可到达 Castle Hill Tower Shopping Center。该项目由三个 building The Chapman, Greenview 和 Parkfront 组成，占地面积超过10,000平，各小区有超过50%的绿化地带。从底楼到一楼是两层 townhouse 的户型，二层到七层是公寓的户型。整个社区是一个低密度的环境，除此之外，临近我们 Parkfront 还有一个6000平方米政府规划的公园。敞开式的厨房设计加上落地的玻璃窗，让整个厨房间显得更加的明亮。厨房间的灶头从原先的4个升级至5个煤气灶头，让喜欢做饭的你更能够享受在厨房间的时间。这里还要值得一提的是，我们不单单是3房，就连我们的1房和2房也都是选用的5个煤气灶头。厨房间的设计配有了非常多的抽屉以及储物柜，方便于您把平时不需要的东西放在抽屉里，让整个厨房间看起来更加的宽敞。整个房间里面的家具有深浅两色可以选，你也根据您自己的喜爱程度选择您喜欢的颜色。现在来到的是我最喜欢的 living room 的地方，从我们的 living room 望出去就是一片永久的 parkfront view。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，坐在客厅这个位置，从窗户望出去，让人真的是非常的心旷神怡。这是我们除了客房之外另一种多功能户型的房间，不单单可以作为书房、瑜伽房，也可以作为和亲朋好友喝茶聊天的地方。洗手间从地板到天花板均选用的是地砖，也非常方便清洁和打理。灰白的大理石台面与灰色的墙面颜色显得格外的匀称，显得整个卫生间的颜色也是非常的有高级感。现在只需要支付20,000元，便可锁定您梦想的家。心动不如行动，如果您有兴趣，请预约与我看房。我的联系方式：04065803888。